不是很适合？有没有很适合？每到夏天就要去海边的感觉，是不是像有点像洋装？你搭的那个外套就很像那个要去度假。对，真的是要去度假哎、欸！穿这件真的是完全就是要出国玩了，有没有？很适合去泰国巴厘岛啊、夏威夷啊。想不到去哪里的时候就穿这件，这套就是很适合出国玩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的领口是做一个小U领的，也不会漏的，弯腰也不会低。你看，弯腰也不会漏，弯腰也是贴着的，然后后面也是大挖背，然后跟这个细肩，穿这个穿长罩衫会怪吗？不会，不会也可以啊、哦，不会。等下再示范，这个穿长罩衫不会示范，不会怪。他当长罩衫就变成说有点就穿着，就他就是很简单的穿搭、啊。它其实短的长的都可以搭，因为罩衫白色罩衫是不管长短都可以搭，牛仔裤也可以搭，所以就是很百搭的一件罩衫。它现在穿的那个这个外套比较有点波西米亚风，对，有小小流苏，对，有小流苏，看到吗？小流苏是有点波西米亚风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杀到你们？一直觉得很想去度假，穿这件就很想出国玩呢、欸，就会觉得哇，幸福在台湾，感觉应该赶快。就是订机票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立马要赶快订下机票出去玩？这件真的很厉害，你看它是，而且它的材质是雪纺的，然后它是不刺的，它是不刺的雪纺。哦，对，而且他们说你穿这样腿变成超长，腿看起来很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腿看起来很长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是个荷叶边啊，它这边是宽宽的荷叶边哎、欸，它这是宽宽荷叶边，完全可以挡住你的大腿肉。它宽宽荷叶边看起来是超修饰、超修长，又很修饰你的腿型。尤其是盖住屁股很重要，我的屁股肉不想被看的时候，这种裙子超适合的。你看它这个波西米亚风的袖子，你有看它波西米亚风的袖子吗？很特别，这个这里有没有看到？有一个蕾丝，然后